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Hello， 亲爱的全球的杰斯家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傍晚好，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欢迎各位在全球各个不同的地方与身在洛杉矶的我们空中相会。我是刘心如。我曾经呢是一个歌手，大家听到我大嗓门了吧？这个是个歌手。后来我是一个造星的人，就是我是专门制造明星的。OK， 然后呢，我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呢做了7次化疗，43次的放疗。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声音的，讲不出话来的，然后讲一点话就累得要命，就人整个就没有精神了。这个时候呢。2013年的时候，我的嫂子，跟我的哥哥来跟我，他们送我一个礼物，说看你这么弱哈，送你一个礼物吧，这个礼物可能对你是真的有帮助的。我说什么礼物呢？他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细胞的产品，这个能让你经受这么多化疗、放疗的身体能够得到修复。我说真的假的？他说我就吃好了，话不多，旁边坐着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我哥。我就相信了，好，那我就开始接受这个礼物，结果精神抖擞，然后充满了快乐，因为身体好，身体舒服了，人就快乐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走入杰斯。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是我们大团队正式展开全球事业分享会，新会员开启杰斯之路的首场聚会。我们大团队集10颗钻石，群星璀璨。但是今天带领我们上阵的、冲锋陷阵的，是我们团队的2颗最绚丽的3钻总裁，也就是我们大家亲切的叫她“熊猫姐姐”。OK， 那么 Flora 丽丽呢？她是来自山东的，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英文状元。她这个英文状元哈，还不单是讲的，因为我对她是太了解了，不单是就是考试考得好这样一个人，关键她是一个极其聪慧的。能够用英文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的这么一个人，我在美国30多年很少见到这样的人。你们以后有机会见识到他讲话英文，你就知道了啊。那么他来美国深造金融专业啊，毕业以后呢，从事的是风险投资，是个风险投资的专家。我不得不这么讲。现在我不得不提到的是，他有一个先生，那是我哥哥，我非要提到的。那是因为我哥哥也是医学博士。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反对他吃这个东西，因为学医的人嘛，都是很排斥这种保健品，他们都排斥。后来到最后，我哥哥跟他一起，罗老师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个非常爱家、爱生活的一个人。是因为他身体出现亚健康，所以他来从事这个杰斯的推广。那么他其实在从事杰斯以前，他已经是个百万富婆，他不必为了这个事来去挣这个钱，来怎么样？他不是。他其实耽误了1年没有来推广，那么他为什么要分享呢？我想你们一定会听到他跟你们的讲述。就在我眼里面的知道的 Flora 是一个非常，你知道吗？他能为一朵春天绽放的花欣喜若狂。哎呀，你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花，他会这样。你们看过学金融的人是这样子吗？所以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怎么办，特别好的一个见证人。他会为一本好书、一首好诗流下眼泪，拼命的给我们叨，看了这个书怎么好，怎么好，怎么激励他，怎么让他，成为一个 better person。看他这样尊尊的教导他的儿子，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现在我们有请，一会儿我们会再介绍我们的熊猫姐姐哈，稍微讲一下熊猫姐姐，因为我是个主持人，熊猫姐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妇，是怎么样的主妇啊？她不单是会煮拿手的菜，哎呀，她是领导一个博士之家的人呢。他们家3个博士啊，太厉害了。熊猫姐姐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出第一位为大家讲课的，那就是三。好，看到了，那我把麦克风交在你的手上。好嘞，我来看看怎么。Hello， 心如，谢谢你的介绍。虽然咱们是一家人，几乎天天见，但是你的介绍还是让我。这个我们都太感性了哈，很开心，真的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感恩，
为什么呢？因为这疫情这一年多阻断了我们面对面的聚会，但从来没有割断我们对大家的思念和挂牵。毕竟在之前的每一年大概有四次机会，我们会回到我们的祖国大陆，会回到各个地方的分享会，会回到我们的杰斯大学，还会参与咱们全球的旅游。那真的是在杰斯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我们跟杰斯也形成了像一家个家一家人家庭的这种这种关系，这种亲鱼水之情的感觉，特别的感恩。我呢来美国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想到20多年之后现在在一个叫杰斯的平台上这么样收获了幸福，收获了健康，收获了美丽，收获了成长。可是回头一想，当初我们走到今天也是因为一直不曾放弃梦想。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身上可能就500块钱，就像刚刚我们听到 Randy 讲的，我们穷，但是我们只是因为现在没有钱。可是当你心中有梦的时候，当你不曾放弃你最真诚的那个追求，相信你一定能行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只要选择方向正确，只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只要你坚定的相信不放弃，你一定会成。而我呢就是很幸运的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虽然一段时间的身体亚健康，虽然那个时候已经财富自由，可是没有找到内心真正的那种平静，那种满足，那种可以不仅帮自己成功，可以让更多身边的人借着一个共同的载体一起走向美好，走向富裕，走向成功。那寻寻觅觅7年前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遇到了杰斯。那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隆重的来推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什么样的一套从内而外从外而内的这样的先进的生物科技细胞优化的这样的全套系统，一个全球领先的一个跨境电商的分享平台，怎么就改变了我的命运和我身边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我现在呢就想请我们的Mandy 医生给我们打开我们的 PPT， 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娓娓道来。因为时间有限，我真的是有千言万语，那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今天是我们整个在疫情之后推出的第一场线上大团队的这样事业分享会，和带领我们的伙伴新老伙伴一起成就杰斯事业的机会。那我们先来看这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什么让我从一个怀疑的人，从一个去想尽办法去验证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实有效的人，变成一个积极的推动者，爱用者，分享者，最终变成了用生命来践行他的梦想的这样实现梦想的这样远景的一个人。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平台呢英文叫 Jeunesse， 它其实是个法语，什么意思呢？就是 forever young， 让你永远年轻。因为我们都不想老，尤其是未来定义老与不老真的不再是年龄了，而是定义我们的细胞。如果我们的细胞健康，我们就属于青春的 young 时代。如果我们的细胞不健康，尽管你现在很年轻，可能你也不是年轻人哦。所以在杰斯里我们称自己是年轻时代，因为杰斯就是专注的投整个的研发都是投入在让我们都从细胞健康做起，由内而外，从那个细胞的健康，然后让我们的激活，让我们再生，让我们修复，让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呢我想跟大家聊，刚刚我们在这个正式开场之前看到一场演讲，真的我每次听到这场演讲我都会震撼到我的心，就是梦想。你有梦想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可以实现梦想？也许现在你因为没有钱，没有一个系统，或者是没有一个团队，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而无法实现梦想。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我就特别想跟大家敞开心像一个过来人，我也是和 当年和大家一样的彷徨常想，就觉得人生难道就这么过了吗？日子一天一天，可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你的信仰如何，我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老天爷带我们来是有一个使命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目的的。那我们就要找到这个能帮我们实现梦想，帮我们把梦想插向翅膀这样的一个平台，而这个就是杰斯。现在呢我就想把大家领到这个平台在哪里呢？它的这个总部我们是在 Orlando, Florida。 那公司成立呢是在2009年9月9号，你看多么美的一张照片。当然这家公司也是从小做大，
扎扎实实从一个小小的几千尺的一个房子，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远景使命，因着他有庞大的这个强大的我们的生命科技的这样的研发团队，因着他扎扎实实的兢兢业业的运作和爱消费者爱经销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系统原则，走到了今天的辉煌。来看看咱们全球呢，在3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咱们杰斯的家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也是咱们全球的办公室。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大家庭，首先就要了解我们大家庭的家长，对不对？我呢是过去来美国学金融做风投，20几年前，那做风投我们受到的教育，其实第一个选择就是，当你想投资一个行业，当你想参与一个行业，当你想成为他的合作伙伴的时候，第一个要观察的不是他的产品有多好，不是他的技术有多高超，也不是未来他的退出策略能给你带来多少回报，我们最初要看的是他的团队，他的核心的运营领导人创办人。因为一个对的人，一个对的起心动念，一个对的宗旨和实现他的远景，就决定了他未来能不能把一个好项目真正运作起来，真正长长久久，能为他所有的追随者合作者真正创造财富和未来。那我们来看看呢，我们大家长，首先看看 Randy Ray。之前我只是在这个下面看到，我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大型会议呢，是2014年在拉斯维加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个下面作为一个普通的经销商，听到我们这位大家长的话，他就说 ：“I don't care if we can be number 1 or number 2. As a matter of fact, I don't care about our rank. What I care is how many people's life we can touch, how many people's dream we can help accomplish.”什么意思？我就印象特别深，就好像不用去记它，也就在我的脑海里。他就是说，我不在乎我们杰斯能够成为全球销售额的排行老几、老二、老三，不管这些，这些不重要。我更在乎的是我们这个平台，这套真正有效的生物科技的先进的细胞系统，能够改变多少人，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他就想创造一个平台，创造一套系统，能够真正的帮到千家万户。然后呢，我不得不提我们这个最棒的大家长的里面，我们叫他这个杰斯的妈妈 Wendy Lewis， 她是数学博士，之前呢辅助先生呢一起在这个很多很多公司的这个系统软件里，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刚刚忘记提我们的 Randy Ray， 他曾经可是我们美国最有名的 NASA， 就是航空航天局最早的那套宇宙航天飞船发射系统，就是由他来和他的团队研发的。这个 launching system 一直到几年前整个 NASA 还在用，就可见他们很多东西的这样的设计的高瞻远瞩。而杰斯也是由这位两位高瞻远瞩的这个设计师来笔下产生的杰出作品。那 Wendy 呢很感性，每次讲话讲两句话呢就和我们一样就流下眼泪。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触动他的心。他也是说，我们当年成立杰斯就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我们想帮助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普通人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就很难翻身，就很难实现梦想。我们就是想给普通人，我们也是普通人走过来的，尽管我们现在可能是亿万十几亿的富翁，但是对我们不重要。我们永远要记得饮水思源，我们当初是怎么开始的，而有多少人现在也是在苦苦追寻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想帮他们实现梦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Randy 呢从小生活在一个家庭，十几个孩子，他们家里特别特别的贫穷，他特别有个愿望，那 Wendy 想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就是说我们让世界各地的一些穷孩子通过杰斯的公司和我们团队和我们个人的这样的捐助，能够让全世界的穷孩子吃上饭、喝上水、上上学，有健康的医疗系统，为他们实现梦想保驾护航。然后再有，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年轻帅气的COO， 就是我们的远景全球的远景总裁，那就是 Scott Lewis。 我们把他像弟兄姊妹一样称呼，他真的是我见过在这个年龄段里有使命有抱负这样的，真的是要在全世界帮助更多的人去改变，去掀起一场让普通人通过一个平台能够实现梦想改变的一个全球的运动，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可以释放出他们的潜能，从而让正能量充满这个世界。经过过去这一年，我们就明白
有这样的一家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大家长们，有他们的高瞻远瞩，真的帮助了多少人在绝望中，在失落中保住了收入，改变了家庭，维护了健康，真的是帮他们奠定了强大的未来的基础。那我刚刚讲到人是最关键的核心，对不对？那人包括我们的创办人，那作为一个全球高科技生物公司，更重要的人包括什么呢？他的这个整个的医学顾问团队，这样高科技产品背后的研发人，我们这些专家团队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活跃在当今主流抗衰老的一线。包括我们想，因为我们好几位这个有名的博士，然后我今天呢就着重来讲讲我们的 Nathan Newman。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干细胞之父之称的 Nathan Newman 独家为杰斯推出我们的细胞优化的干细胞生长因子几百种，人体所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就是278种，而我们自己的这套护肤系列和我们推出的这个生发系列已经涵盖了248种生长因子。我们是何其有幸，我们有幸用上了最先进的、最有效的、超强体验性的，而且呢，我们有使命要帮助更多的人也能用上。另外，我们这位威廉博士，他来自欧洲，今年已经快80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杰斯大学呢，他讲到说，再过30年，我们依然相聚在这里，让大家看看，因为有杰斯的全套细胞优化产品，我们还是多么的年轻，多么的快乐。然后呢，我们来讲讲我们这位啊 ，Vincent Jampapa 博士，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的这个基因之父，他是曾经获得我们的这个美国诺贝尔，应该诺贝尔都不是美国，是全球的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人。他为杰斯量身定做了几款产品，获得了全球这个消费者的广泛的赞誉。那在网上查一查他呢，他真的是可圈可点。待会儿我们有几款产品会提到他。那还有我们这些有名的下面的这些医疗医学顾问的成员，包括我们的 Christian Jupor，包括我们的马彦斌博士，包括我们另外的这位 Louis Martinez。 因为杰斯是一个全球公司，现在可以辐射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规、不同的要求，还有不同消费者的这些消费导向，于是我们杰斯呈现了一个全球繁荣昌盛、全球一派新气象。那杰斯呢，作为一个公司，它只有说在一个强大的使命，而这个使命一定是超越金钱、超越排名，在高于这样的维度下，才会走到今天成为全球这么样成长速度最快的公司。那杰斯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大家庭呢，提供全套的这样的最顶级的抗衰老产品，帮助人们干什么呢？ Look young， 看上去年轻， Feel young， 感受上年轻。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更年轻、更有能力去释放我们的潜能，而让全球呢产生更多积极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说，杰斯让我们就是看上去年轻，感受上年轻，思维上年轻，然后呢生活状态年轻，还有呢让我们有爱的年轻。因为爱是一种能力哦，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能力，你每天都已经自己还没有把身体调好，我们是没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团队伙伴，爱我们的家人，也没有能力真正去爱我们这个社会。所以当一家公司有了这么好的团队，有了这么棒的医疗研发人员，而且有这么强大的使命，我相信是这样子，吸引力法则，你设定自己在对的路上，释放出正的能量、正的气息，你就会吸引正的宇宙能量来协助你、帮助你。所以它的产品也真的是体验性超强、协同性超强、系统性超强、一站式超强。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特点，杰斯呢才在这个行业，其实在这个传统的网络营销行业呢，从来没有见过一家像杰斯这样脱颖而出的公司，在成立6年就能达到年销售超过10亿美金哦，10亿美金在美国的很多的公司里是梦寐以求，到现在也实现不了。而回头看，在这个经营6年之内能达成10亿美金的，真的都是一些超棒的这样的一些Internet 和这个网络有关的公司，包括什么呢？包括 Apple， 6年
包括 Facebook、 脸书、 Amazon、 亚马逊、 eBay 和 Google。 而杰斯作为一个不是这种常规企业，一个网络营销行业腾空出世，在六年里达成了销售额10亿美金。而且我们10亿美金不是只有一次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懂杰斯的时候呢，是用了一年多的产品之后，之前我也觉得，哎，大家都说的这么好，我试试看的成本呢不高，但是我错过的成本很高。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身体呢，强大的劳动，强大的脑力劳动，在自己30多岁的时候就感觉到要早衰了。所以在你发现财富自由的时候，你牺牲了健康，真的有的时候回头想想人生到底要什么，有的时候呢好像本末倒置了，可是想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要该走的路。我相信回头一看，好像冥冥中上帝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当我有了财富，又发现得用财富，牺牲财富来去换取健康的时候，遇到了杰斯。而杰斯呢，因为有这么强大的细胞优化的系统，他不怕你体验，他就怕你错过。而我算是很幸运的人，相信了，上网上订购了，然后回来认认真真服用了，服用之后很明显和大家一样感受到效果了，于是就开启了分享的路。那么杰斯这10亿美金呢，真的不同寻常。一家公司它如果刚刚开始，我们不太敢用它的产品，因为没有很多人感受到它的效果和背书，我们也不太敢相信去把我们的人脉，去把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声誉去背书它，万一像大95%的公司一年两年就倒了怎么样，怎么办？尤其是现在因为疫情呢，很多人好像在使劲办法，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尽快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赚到自己口袋里。那么有些公司呢起心动念就是想说，想赚快钱吗？跟我走。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世上没有快钱。慢慢你就会知道这个欠的人这个都会还上的，所以走在这个路上一定要认真谨慎的选择，要选择一个有历史的公司，有强大的团队背书的公司，有真正的高科技含量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有实力的公司。而杰斯在过去呢，可以看到他方方面面囊括了这么多的奖项，跟这样的一家公司先不要说做合作，就是用他的产品我们也是放心。看到我们这么多的科技前沿的这项抗衰老专家，过去疫情之前大概每2-3个月我们会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他们这么谦卑的跟我们分析杰斯的产品，杰斯的科技，这么谦卑的跟我们讲解深入浅出的细胞优化和我们的这个人体基因和方方面面的这样的抗衰老和预防疾病的这样的一些道理，何尝有幸。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一家这样的公司，这样有名的科学家给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去这样关注我们的健康？所以杰斯了不起。那我们看看，很简单，我们带过，因为杰斯得到的奖项太多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观公司总部的时候是2016年，去参加全球的年会，那时候是4-5万人在这个空前盛况，我们排队几个大巴啊去参观公司总部，看到公司有一间很大的房子，琳琅满目，摆的全是杰斯获得的奖项，摆都摆不开。而且那之后又获得了这么多的新的奖杯，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我们是一群幸运的人，我们是一群有智慧的人，我们选择一个对的公司来体验它的产品，选择一个对的公司和平台呢来分享它的价值远景，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能够倍增我们的人脉，我们的信任，倍增我们的成功。那多少人都在想说，到底未来什么行业能够让我们事半功倍呢？那就是要参与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行业。而未来30年大健康行业可能要有10倍，其实是万亿美元的行业。我们杰斯呢，因为它是一站式的一个协同性系统，是一套全套的 YES 系统。 YES 是什么呢？就是 Youth Enhancement System， 细胞优化的一个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就会帮助我们方方面面投资在我们身体，投资在我们最该投资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智能豪宅。我们用 YES 系统来打造我们的智能豪宅。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把每一款产品详细解释，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
如果说我们的智能豪宅是一个整体的目的，就像一个拼图一样，那每一块拼图都不能或缺。当我们把每一块拼图拼上的时候，就拼出了一幅最美丽的画面。那杰斯解决了什么呢？它延缓衰老可不只是让你漂亮。很多伙伴都每次我在分享的时候都说 Flora， 我们是看到你当年满脸是斑，满脸有这个皱纹、法令纹、颈纹，看到你这七年走过来。当然我们知道你从一个普通经销商现在变成了三钻，肯定口袋里是鼓鼓的，受到了很大的财富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你也越来越年轻啊，真的是这样，我们是越来越年轻。但是这个年轻不只是为了漂亮，还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延缓疾病甚至预防疾病的发展和发生，让我们能够优雅的快乐的一起老去。那这个杰斯解决了什么指标呢？就是维护我们的细胞的这我们 DNA 的健康。当你的基因健康了，当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就健康了。而且它维持和延长了端粒的长度，我们有几款产品是维护端粒延长端粒，通过端粒变长让你的 DNA 更加健康，细胞更加健康，让你反而越来越年轻抗老化。而且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干细胞，干细胞是万能的细胞，当我们身体里沉睡的干细胞被激活之后释放到全身，自然你就有更多的能量去抵抗自由基，去抵抗衰老，平衡你的能量，平衡你的免疫系统。那杰斯我们刚刚讲过了，它是一个体验是超强的。当你用到，我在这边刚刚吃了我们的配璇，当你用到我们的产品含在嘴里，连小孩子都说妈妈好好喝哦，我还要喝。我记得有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孩子好像每天把它当果冻，可是真的它的体验性很强。小孩子喝了呢，他慢慢就发现孩子怎么不感冒了，不生病了，老人很多的这个退化型疾病好像慢慢就不犯了，它真的是超强的好。那我们杰斯的全套细胞呢，包括我们基础营养，简单看看，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AMPN 和我们的益生菌，还有优化升级的这样全套的 细胞修复系统，包括我们的 Reserve 配全，包括我们的 Mind 专门来营养我们的这样的思维大脑细胞， Finity 延长端粒逆转衰老， Nara 让我们的胶原蛋白不仅仅是让我们美丽，让我们的器官，让我们的关节，让我们全身的系统都得到转化改变提升。 Blue 呢，待会儿我们会再跟大家讲，它是真的是一套非常有效的，能够激活你身体的这个沉睡的这样的干细胞，让它增加干细胞的活力，能够全身的到你的血液循环里头，增加你生命力。 Life 呢也是我的最新的最爱，然后呢这个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好好呵护我们的健康，因为生命细胞健康了，能量增加了，线粒体的活力增加了，我们人就增加我们的活力了。那么还有体质的调整，我们的韧系统，当然还有我最爱的不得不提的，让我们全体的不光男士还是女士感受到皱纹越来越少，细胞越来越健康，然后越来越提升，越来越紧致的细胞优化的呢，我们的干细胞生长因子的护肤品，还有 NV 啊，还有再生头发，让发质，让我们的毛囊，只要你的毛囊还在，还能再生出健康的头发。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香精油香氛，让我们大家呢能在一个美好舒适的这个氛围中呢去享受美好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看我们的 Luminous 系列，就想跟大家讲的一样，真的是跟千言万语跟大家分享不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让皮肤漂亮，可是你知道吗，皮肤漂亮不是说你抹一些化妆品把它盖住就漂亮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这种结构，比如说今天我们讲为什么杰斯的干细胞生长因子呢，它不是化妆品胜过化妆品，因为它可以通过细胞生长因子的这种信号反馈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底层，唤醒我们的皮肤呢再生自己的胶原蛋白，再生自己的弹力蛋白。没有哪一种介入式的方法能够胜过咱们自己再生了自己原有的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看看我现在我自己也挺满意，毕竟是五十出头，以前觉得人过半百好像就没有美丽可言，其实不然，新时代新科技新产品新趋势，我觉得真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只是想让大家相信有这样美好的事情的存在和发生，你要试一试。全套护肤品200多种生长因子，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细讲，就来带过。
以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产品分享，在线上的专家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到时候再来详细讲。那讲完外用的，其实是细胞的系身体的系统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当你的体内不健康，毒素不能排除，你的皮肤也无法真正通透亮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一款产品呢，就是让我们抗氧化、抗病毒、抗细菌，而且有抗癌的效果。它呢是叫佩泉精华。我相信最初我们感受洁丝的魅力的，往往都是从这款产品和我们的护肤产品开始的，因为它的技术太超前了。它是用一种悬浮凝胶口腔黏膜含氟呢，快速越过血脑屏障，进入全身的血液循环，能够感受到这个产品带来的让你精气神提升，而且它对这个心脑血管的保护有超强的效果，而且对抗氧化、抗自由基有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老人孩子的最爱，甚至我们很多朋友打趣说，不管家里的小孩、老人，甚至宠物，坚持给他服用，宠物的寿命也大大增加哦。还有我们的植物，我记得马医生跟我分享说，他用这个吃过的佩泉的袋子在水里泡一下，来放到兰花里头，他的兰花的花期可以延长一倍，大半年兰花都不会凋落。所以很感恩有这样一款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的抗氧化水果，最重要的成分白藜芦醇，而这个白藜芦醇非市面上的白藜芦醇。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有这样的产品，而且这样的产品是在网上通过全球的公司的派送，统一价格，统一的服务，来让大家体会到。而现在销售全球远远超过了10亿袋，有很多人呢在模仿，但是模仿终究是模仿，原本的这个 copy 在这儿，而且呢真正的是有效的帮助大家这个健身健体，让大家抗衰老。所以记住洁丝的佩泉精华，这也是我的最爱。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个 Life NMN 呢，现在是掀起了一股这个时尚的潮流，很多公司都在讲 NMN， 但是为什么洁丝迟迟没有推出自己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发人 Vincent Jampapa 他就说，这款产品成分包括我们最早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位专家叫 David Sinclair， 他也说这个成分未来可以带来很多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还需要时间，还需要配方的调整，让大家以最科学最精进的这样的一个配方比例和最好的一些配方的成分真正协同效果。而现在洁丝呢就找到了这样黄金比例的配方，也就是说我们这套 NMN 呢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粒体。你知道我们细胞的能量来自于我们的线粒体，线粒体的活力大大增加，我们细胞的活力增加，就帮助我们增加了我们生命的活力和吸收能力。当你吸收能力增加，你吃入的优秀的这些细胞修复的产品才可以有倍增的吸收效果。所以生命只有一次，我很喜欢我们的 logo 叫 life， 而这个 I 呢是用一来代替的。我们最该善待的是我们自己，最该善待的是我们这次生命，所以好好的用我们的产品，物美价廉。那我也不得不提到 AMPM，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包包里永远都带着 AMPM。当我们在这个白天经过一天的劳累，晚上大脑还特别特别活跃，还在想着明天的事，很难入睡。而当你发现有 AMPM 的时候，它有两种剂型，一个是粉剂，一个是片粒的。AM 就是白天让你增加你生命的活力，它通过补充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营养元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各种微量元素了，但这个绝对不是它最大的强项。所以如果你把 AMPM 只当成是一种维生素的补充，那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真的就把它的这个强大的功能给忽视了。我们呢很简单的跟大家看一眼，只要把我们的这个标签打开，哦，我做这种动作的时候想起我们当初在洁丝分享路上好激动好开心，因为一个美好的东西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有70-80种天然成分，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天然的成分。白天呢让你精力充沛，让你细胞活力增加，晚上通过呢深层睡眠让你得到细胞的修复，预备好第二天的工作。它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成分，最重要的是它有8组的专利配方，而且专利配方就囊括我们的 DNA 修复啦、干细胞再生啦、益生菌啦、消化酶啦，整个你平时要吃一把的产品。我真的说洁丝这每一款产品都是我让我们这么的爱，你不需要再吃一把一把的产品。其实那一把产品的有效成分很有限，可它的辅助材料就占据了很多
而你的肝胆排解分解毒素的时候都是障碍。所以呢，爱你的家人，呵护自己的健康，我们好好的用我们的 AMPM。 这可是 AMPM 是研发人，是我们的 Dr. Vincent Jampapa， 这是给美国的宇航员量身定制营养元素的。今天我们有幸跟宇航员上天的宇航员同样享受这款最先进的最有效的这样的细胞优化的产品。吃了服用了你就知道了。那刚刚我们大家看我在喝水，对不对？我这里面的这瓶矿泉水里我就放了我们这个 blue。 这个 blue 呢，它可以激活我们骨髓干细胞沉睡的骨髓里面沉睡的干细胞，让干细胞更多的在身体里出现起作用，然后呢干细胞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中。当你的干细胞特别数量活跃的时候，你的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你人的状态都不一样，它调整让我们出现更多的年轻态。当你年轻，你的细胞年轻的时候，疾病就不找你了，它打不过你，它就败退下来了。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也没办法用特别专业的术语来分享，我只能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受益人，真诚的想跟大家说，这么好的产品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到的。因着杰斯这个全球的网购平台，因着这个交互式网上的这种系统，我们都可以成为它的消费者，都可以成为它的爱用者，也都可以成为它的分享者。然后这个胶原蛋白呢，也是怎么说，我真的是很爱。刚刚我是一袋胶原蛋白一袋我们的这个blue 一起混到一起的。胶原蛋白很多市面上都有，但很多市面上都加了雌激素，我们不敢轻易的服用，因为雌激素对身体，尤其是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慎用产品。市面上从来不缺保健品，但市面上真正有效安全的可以让你帮助到你的不多，所以慎之又慎，放到嘴里的用在身上的不是开玩笑的。而我现在可以很慎重的跟大家讲，用了我们的这套胶原蛋白的这个我们叫蛋白饮，就是胶原蛋白的这个感觉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骨骼呀，我的膝盖呀，我这疼那儿疼啊，怎么发现这个还有这样的效果？是的，我们的胶原蛋白真的可以促进代谢，可以让你美容，可以让你启动你的系统的新生，可以让你达成系统的升级换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把这个产品自己来感受好不好，你来跟我说。那刚刚我讲到杰斯呢是让我们感受年轻，看上年轻，还有我们的什么思维年轻，大脑细胞年轻。在现在高科技高压力这样的状态下，每天被那么多的信息轰炸，我们真的需要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大脑保持的一个年轻状态。它是通过一个蚕丝蛋白萃取的。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蚕丝蛋白是我们真丝的一个主要成分，不知道这个还可以吃哦，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它有临床实验。临床实验呢，就是经过大概三四个月的服用，就发现记忆力大大增加，它有一个比例，具体的多少比例我要再去查，但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自己有很深的这种感受。我记得我先生一开始怀疑，他就说的这么神，试试看吧。他是医学博士，医学博士不是上来就相信你说什么，他要去验证，他要去找这些证据，他要去自己做实验体验。他用了三个月，他说你知道，我发现我小学同学的样子，他们的名字，甚至之前根本不记得的电话号码，现在都好像突然间出现了。说这个东西真的好，而且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它帮助更多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老年痴呆不代表是老年才会痴呆，很多年轻人真的也会发生记忆是失忆的感觉。所以好好的去补充我们的敏动力，让我们的思维更健康。那我们还要谈到，就是杰斯除了让你内服和外用，还可以把我们的状态来调整，让我们把这些易胖的体质，让我们减脂增肌，改变我们的体质，通过抑制食欲燃烧我们的脂肪，能够让我们的锻炼，让肌肉得到锻炼，而产生协同效果之后呢，你发现你之前的重量和现在也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因为脂肪变成肌肉了，你看上去又紧实又年轻，状态又好，慢慢变成了一个易瘦体质。所以我现在也在这个努力的体验我们的任产品，现在我们的任系列都在我这个身边。因为杰斯的产品太好，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使用者爱用者，当你喜欢，难道你不想分享吗？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就在线上跟大家好好的去讲一讲我所爱的杰斯产品。
那么飞乐胶囊呢，一开始我是跟 AMPM 一起就感受到自己呢好像怎么越来越之前有一点点老花的样子没有了，好像眼睛突然间明亮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是的，因为飞乐青春胶囊它是从黄芪提取的一种 TA65 的成分，它可以激活身体一种沉睡的酶叫端粒酶，而这个酶一旦被激活呢，它会帮助我们的这个染色体两端的端粒由短变长。当你的端粒由短变长的时候，你的这个细胞就健康，你就有抗衰老逆龄的效果。当你的本来要死的细胞凋零的细胞现在又变成你健康年轻可以再分裂的细胞，你的生命就在延长。所以如果说抗衰老其实都不能，都是有点把它说小了，应该说逆转衰老，英文我们叫 reverse aging。 我们谁不想重新回到年轻呢？所以想回到年轻的，我们就来体验我们的杰斯的年轻态产品。当然了，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好的肠胃，你的肠胃没有强大的益生菌的体系帮助你消化和吸收，增加你的这样的细胞吸收的能力，很多产品的效果是事倍功半的。现在杰斯出了一款最棒的杰益菌，它呢是高菌数高活性，然后因为是母乳菌株提取的，那高成本而且是高定值的，真正让大家感受到益生菌的效果。那我们这款产品呢现在在大陆，在台湾港澳地区呢受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欢迎，我们现在也是一盒难求，经常想托朋友从台湾从大陆来寄回美国。杰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平台，它就是这样一套特别具体验性高效效果的这样的一套产品。而因为这套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感受到健康，感受到漂亮，感受到活力，你会发现难道别人不需要吗？如果你有这么好的产品，那么多人需要，难道你不想分享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分享的体系，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而在杰斯这条路上，我也是因着这样的一套产品，认真用，按正确的方法用，按量用，逐渐别人就会来问你拉皮了还是整容了。当别人也想和你一样体验的时候，他就成了你的合作伙伴。我呢也是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走上杰斯，马上呢我就想隆重推出呢我杰斯里的推荐人，我杰斯里的合作伙伴，我杰斯里的推动者。因为他的不离不弃，也就是我们的熊猫姐姐，我们在尔湾呢当年在这个售楼处两个陌生人，我觉得冥冥中现在回头一看可能都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他看到我，我看到他，一见如故，然后有机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了我们的杰斯，聊到了他感受的杰斯的效果，而我就聊到了我的困惑，我的健康，我想可能要面临手术。就是这样，他坚持让我看见，坚持让我相信，相信体验之后坚持让我有一份爱心去把这么好的产品分享出去。所以到现在呢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现在也是邻居，我们俩就真的是邻居的缘分，这个两个小区都是邻居，他又是我杰斯的领路人。我们这位熊猫姐姐刚刚心如在分享和介绍的时候已经提到，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主妇，她这个主妇可不是光煮饭的主，她主控了家里的免疫学，这个生物物理学的这个博士，还有两个博士的妹妹，她真的是一位优秀的母亲姐姐，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领导人，最棒的一个引路人。因为她我才有了杰斯的今天，因为她呢才让我们在杰斯里头找到了自我的价值。价值不是说你赚多少钱，价值是你真正可以借助一个平台可以帮助多少，价值是可以帮助多少人，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在网上呢欢迎我的推荐人，我们有名的熊猫姐姐 Jennifer，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业平台。亲爱的全球事业的杰斯事业的伙伴们朋友们大家好，刚刚我们的三专总裁 Flora 把我们的杰斯细胞优化管理系统诠释的非常的清楚，我每次听到这些分享我都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对健康是极其需要的，
而且呢，真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产品啊？哪有这么可能呢？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未必真的相信。我呢也是一样，在最初杰斯来敲我大门的时候，我断然的否定这样好的产品，那至少还要等十年二十年几十年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高科技。可是真的叫未来已来，未来已经站在我门口，机会已经站在我门口，这么好的细胞修复产品已经到了我门口，我没有认识它。所以所有的机遇它不会给自己插上一个标签，我是机遇，我来找你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根据自己的过去的所知所学所想，真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我以前在投资公司做一些证券啊，一些基金的一些投资，没有多少年呢，我回归了家庭，在家里面也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呢心中不甘，我有远大的理想，但是机遇在哪里，机会又在哪里？对于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有小孩需要照顾，又同时想去干出一番伟业，谈何容易？哪有这样的平台，哪有这样的机遇，对一个待在家里面的妈妈来准备？其实杰斯就是这个机遇。好在我后来呢抓住了他，我从一个慢慢的去体验，慢慢的爱上他，然后慢慢的去分享他，后来成为了一个经营者，然后成为了一个杰斯平台的一个成功者。其实杰斯这个平台我一直在想，它真的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其实我以前呢，我的推荐人说这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平台，我就觉得他是在忽悠我。你想一想，我待在家里，我怎么可能来赚取财富自由啊？其实我已经有了时间自由，待在家里一天除了管理管理孩子，真的是别的也没有太多事情，时间已经自由了。但是财富，我觉得吃着老公的饭，穿着老公的衣，我总觉得底气不足。那你说叫我去开创自己的一个生意或者一个事业，你想一想，我要有足够的资金，我还要有时间走得出去，我还要有或者要有专利，或者要有什么特色，或者一些特别的技能，否则你凭什么来做这样的一个生意呢？所以传统的这种营销真的不适合我，任何一个传统的生意都不适合我。所以有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你待在家里太浪费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哒哒哒，但是我没有一次我会接受这样子的 offer， 因为我要照顾小孩，我只能坐在家里来从事这样的事业，我还可以考虑。但是由于自己过去的一个成见，对这个行业，对这个网络营销行业有非常大的成见，所以我非常的不接受。但是当我通过两年多的时间观察、了解、分析、求证，最后终于让我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加入了杰斯。在家里拿着一部手机，我既可以当消费者，我也可以当分享者，我也可以当经营者，所以我觉得真是太棒了。我只要用一部手机，我可以用与天下所有的伙伴、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戚连线。我觉得这不是正好适合我的一个机会吗？50岁左右才加入杰斯公司，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亮丽的背景，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什么学历，但是他通过努力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做到了年收入100万美金。其实我在
在美国是做股票的，我知道在股市你如果一年要赚到百万美金，你至少可能要投资几百万甚至于千万美金你才可能赚到百万。而我们全球最有名的巴菲特，他一年的收益也就是15%到20%，那已经是全球 number one 了。所以收入百万美金，可是杰斯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它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所以实际上21世纪的今天，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跟国内的父母打电话，我们是3.9块去免费。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分享经济来分享。现在已经是一个分享经济的时代，而杰斯在2009年已经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他在2009年已经创造出一个交互式的网购系统，也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因为他天生设计的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去分享，那么别人一定会去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杰斯来好好的体验这一套细胞优化管理系统的产品，让我们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不但看起来年轻，感觉年轻，而且活得年轻，思维年轻，爱得年轻。我们因为什么今天还要在这里来分享杰斯呢？其实这两天我跟弗罗拉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毕竟是全球仅有5颗3钻石，我们团队就占2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人生所有的梦想。我可以说我们的时间早就自由，我们的财富也自由，我们的健康也自由了。通过杰斯这一套产品，我们的健康也自由了，所以我们真的实现了所有的梦想。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分享杰斯呢？是因为我们所承担起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所以在杰斯过去的我们经营的这几年中，我们整个杰斯里面，我们看到的活生生的被杰斯这一套细胞修复产品所改变的那么多人的健康问题，我们真的是深深的受到感动。我们愿意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杰斯，能够用上杰斯。那我们今天是因为热爱而分享，我们因为热爱这套产品，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一套领先全球的生物科技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去用呢？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受益于杰斯，而那些因为杰斯这个交互式网购的这个平台而改变了整个家族命运的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是在我们一步一步的从零做到今天，我们所亲眼所见证的。所以这个平台真的是我们找寻了多年的一个平台。其实杰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好的产品你去分享了，那么你就有人接受，对不对？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有人呢还在那里等待，或者有人呢还需要时间再思考思考，再研究研究，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杰斯还有6种奖励方式呢，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我想着重的讲3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团队的佣金。其实我们如果组建一个团队，我们每个人只分2个团队，左边右边2个团队，只要其中一边有300分，其中一边600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碰举奖，那就是35美金。其实我们很多人呢不知道35美金这么一点钱，你让我来从事杰斯的推广，我觉得不值得。这也是我当时听到这个奖励制度的一个直观的感觉。35美金，我吃一顿中午饭都不够，我要挣这个钱吗？我不需要。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35美金是整个团队的这个积分，
来自于全球的这个积分，这个消费积分是全球不打折的无限的上传。所以这个$35不是你的劳动付出，是整个团队的合作产生的积分，所以这个$35是白白的给你的。所以我们这个全球积分碰决奖金，我可以说在整个大健康产业，在整个双轨制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杰斯公司绝对是最优化的，因为它的积分永不归零，任何一个公司的积分它都会归零的，因为如果不归零，那这个公司的积分我告诉你，它一直发奖金发奖金发奖金，然后呢一定会发爆。所以现在市面上有些说我们的奖励制度比杰斯更好，实际上说实在的，你只靠一个奖励制度并不能成就一个公司的成功，它的产品它的奖励制度仅仅是以其中一个因素而已，而杰斯的这个奖励制度是经过了过去11年多的市场的验证，整个我们拿到了这样的结果，我们才是说它是经过验证了的一个奖励制度。那些没有经过验证的，没有经过验证的那种奖励制度，说的天花乱坠，我告诉你，那也就是镜花水月，你也是拿不着的。其实要说最好的奖励制度，那恐怕要算资金盘啊。有几个在资金盘真正赚到钱的？我所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全部亏本的，我还没有认识一个在资金盘里面真正赚到钱的。我们的第二个奖金呢，就是网店管理奖金，也就是我们的领导奖金。我们分享的人越多，我们的网店开的就越多，就相当于我们开的连锁网店，我们可以在全球开无穷多的网店，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你可以推荐12个人，你也可以推荐120个人，你也可以推荐1200个人，随便你自己。所以你推荐的人越多，你今后拿的奖金也会越多，因为你的第一代你可以拿到20%-30%，你的第二代可以拿到15%，第三代可以拿到10%，第四到第七代可以拿到5%。我们可以想一想，第一代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的，我们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有地方你是不认识的，因为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当然这个领导奖金就要稍微少一点，但是那也是陌生人的钱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网店管理奖金实际上它比我们的那个积分奖金还会更多。如果你推荐的人越多的话，那么你绝对在这一个部分你会超过你的对碰奖金。下面一个呢，我要讲呢，就是全球的钻石分红。当你成为了杰斯的全球钻石总裁，那么你有机会参与全球3%，每一个季度拿出3%的销售额拿来所有的钻石分红，每一个季度发放。亲爱的各位，我们去买那些名牌，我们去买那些名车，我们去买那些豪宅，说实在的，你永远是一个消费者。你什么时候可以参与这个大公司，这个名牌公司的分红啊，参与它的利润分配呀、啊？你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我们买苹果手机，我们买 Microsoft， 我们买这些电脑等等等等的，我们买 LV 的包包或者是爱马仕的包包，我们永远不可能从爱马仕公司分到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杰斯这一套奖励制度，我认为在整个行业它就是最优化的奖励制度，它是非常公正、合理、人性化。而且呢，你来的后，你推荐的人很多，你完全可以超越你的推荐人，或者于比你来的更早几年的人，你都可以超越他们。我觉得只要是可以超越的这种奖励制度呢，
就是一个最公正最合理的奖励制度，最人性化的。如果不能超越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奖励制度它一定就有先天的不足。所以杰斯的奖励制度已经在过去11年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在全球300到400位的钻石身上已经得到了亮丽的结果。当然我们作为三钻石总裁，我们甚至作为钻石双钻总裁，我们当然是赚得了，真的是叫盆满钵满的，真的是感恩杰斯。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要去找寻一个机会是多么的难呢？我们要去找寻一个平台来适合我们这样普通的人来真正的改变人生是何其的难。下一个还有我们的第四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旅游。我们的旅游是真的叫什么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参加过自己的旅游，也去国外走了一走，看了一看。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以前在做杰斯之前呢，一到夏天我就会带着孩子去欧洲住上1个月或者2个月在那边，我也旅游。可是你知道吗，当我跟杰斯一起旅游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天地之别。因为我的旅游是计划经济的旅游，早上吃了早饭晃悠悠的出门，中午在外面吃了，或者晚上再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做点什么吃。杰斯可不一样，杰斯每走一个地方你都是让你尖叫。杰斯对我们的旅游的安排那简直叫周到细致，比真的比对家人还好还温馨。我们经常说我们普通的人，我们今后有钱有闲了，我们就要去周游世界，看天下美景，尝天下美食，结交天下的人人之事。我们在杰斯这个伟大的平台，我们不但去看了世界，我们还是奢华旅游。我们刚刚吃了早饭还没有饿，我们午餐又来了，我们刚刚吃了午餐晚餐又来了，我们刚刚吃了中餐又是西餐。我们跟随杰斯，我们可以到奔驰的总部专场为我们开放，我们可以在德国王子亲自接待，我们可以在悉尼全体人员去登上悉尼大桥，我们也可以在奥运场馆来举办我们的欢迎。真的是跟随杰斯的旅游，你有一种骄傲的感觉，你有一种自尊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我们就像杰斯公司，我们 Wendy 的宝贝，他们对我们就像对待家人一样，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恩。我经常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不要对我们这么好，你们已经对我们太好了。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对你们好我们都嫌不够，我们希望每一个杰斯伙伴都能够开开心心。这就是他们的胸怀，这就是他们的格局，这就是他们的大善大爱。真的我们跟随杰斯的这个关怀儿童守护计划，我去过河北张家口的道拉嘴村，我也去过非洲肯尼亚的这个热带草原，还有我也去过印度的贫穷山村，也去过厄瓜多尔的那个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区。真的世界的贫穷都是一样的，一家人住在人和动物同住的一个房间里，真的那种贫穷让每每我们到达一个地方都让我们老板 Wendy Randy 就说流泪呀。其实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心情真的是以感恩结束，感恩真的是太感恩了，能够给予我们如此美好的生活。而看看这些贫穷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我们所有的结识伙伴都对我们的守护孩童关怀计划做出了贡献，我们给他们建学校，我们让他们有机会受教育，让他们有机会有梦想，让他们有机会今后能够走出那个小山村，来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也给他们建水塔，让他们有干净的水源。我们也给他们建医疗站，让他们有一些小的毛病能够在当地能够处理。然后呢，我们也教他们如何去创收，教他们学会如何把他们的那些手工制品啊卖出去。所以杰斯的孩童关怀计划我觉得是做得最棒的，最让人感动的。真的说实在的，我们通过杰斯这个平台，我们有机会去帮助这么多的儿童，我们已经帮助了是几百万儿童。真的说实在的，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面临减肥，我们有扔系列，我们要如何减肥，我们要如何保持我们的身材。可是我们知道吗，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在忍受饥饿，在忍受贫穷。所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来关怀这一些儿童，让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拥有梦想，也有可能在将来实现梦想。实际上我们跟随杰斯真的生活变得好容易，我们去哪都是由公司安排，我们就算今天我们来分享杰斯，杰斯公司也已经把所有的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的六网合一，我们的八大优势，说实在的，真的我是说都说不完了。我们的六网合一，我们需要管生产吗？如果你是个传统生意，你一定要去管生产。我们也不能去，我们也不需要去管控，我们也不要去关心这个物流啊、结算呐、我们是秒结周算，我们是智能连接、智能信息平台，我们的 CRGenius.com 给我们准备了所有的我们推广杰斯所需要的信息呀、图片呐、感人的见证啊等等等等，全部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其实我不知道今天你听了，你可能觉得哇，这么好的产品我为什么不用，我也想用，我也要想用，我也想变得年轻，我也想看起来年轻，我也想活得年轻，我也想上面孝顺我的父母，让父母用起来。实际上很简单，成为一位顾客，马上开始用产品吧，全套的使用，给足时间，给足量，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跟今天我一样的结果。我妈妈膝盖疼痛，可是现在她可以健步如飞，爬山去下海，没有什么可以拦得到她，而且她还去跑马拉松。另外一个，我成为一位团队的会员吧，今天是谁告诉你这个信息，让你上线来学习，成为一位会员，咱们一起来好好的体验产品，好好的分享产品，好好的把这一个爱，把这一份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因为你而有福了，因为你而有健康，而有快乐。我不知道你曾经想过你想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我真的以前想过，我想拥有的未来是时间自由、财富自由、心灵自由。可能以前我比较年轻，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身体还可以坚持一阵子时间。我长期有亚健康，真的是在结识以前的那些年，我要么带父母去看病，要么自己去看病，要么看中医，要么看西医，要么去按摩，要么去扎针，我一天非常的繁忙啊。可是自从这些年用杰斯以来，我的身体真的是健健康康，真的叫无病一身轻啊！我感恩杰斯这个伟大的平台。其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活，是你过去的选择。如果你今天对你的生活满意，
那么证明你过去的选择是对的。假设你的努力，你得到了你今天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对你今天的生活还不满意，还可以更好，那么你要今天做出智慧的抉择，你要做出一个什么？你要做出一个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你要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你今天选择了，你的未来才会成为你今天这个选择息息相关的一个未来。如果我今天只是拼了，然后就算了，我告诉你，那你的未来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于更加糟糕。所以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在今天也许我的能力有限，也许我的资源有限，也许我的影响力有限，也许我的魅力也有限，我如何来做解释呢？我如何来开启我的这个解释事业呢？我们要学会就是借力借智借势。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我的推荐人，他就因为找到了我，我们整个团队发展起来了八九十万的会员，各行各业的精英汇聚在这个杰斯平台。为什么？所以你今天虽然有很多很多你认为不足的地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要相信杰斯公司，相信这个伟大的平台，过去可以创造奇迹，未来仍然可以创造奇迹。如果我们可以做到，你一样可以做到，你也一定可以做到。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很多的人一事无成，是因为他们不曾相信过自己，或许他们走着走着又怀疑自己了，他们最初相信了，然后走着走着又不相信了，下船了。我在说杰斯这个平台，它就是一艘航空母舰，它在大健康产业里面，它乘风破浪向前航行。你愿意加入这样的航空母舰吗？你愿意加入这样子的平台吗？这个伟大的平台在过去十一年多已经是被市场无数次的证明了，它是一个最伟大的平台。它不但过去可以创造辉煌，它未来仍然可以铸就新的辉煌。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梦想，那就要行动，要相信自己，要坚持，要去大量的行动，持续的行动，持续的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你一定可以。你要每天告诉自己，改变自己，对着镜子说你一定可以。所以我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把我过去七八年走的路的每一步都告诉大家，但是受于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我就长话短说。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杰斯伙伴坚定信念，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向更大的胜利、光辉灿烂的未来在迎接我们。谢谢大家，下次再见，谢谢，我爱你们。哇，熊猫姐姐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的分享，熊猫姐姐，你太棒了。今天是我们的最火爆的一天，我没有办法开启我的镜头 ，Mandy。不知道为什么 cannot start the video because the host has this。麻烦你让我开一下我的镜头，听得到我讲话吗？我在这里好激动啊，真的是今天上线的朋友伙伴们，大家太有福气了，大家太有福气了，因为今天是两个三钻石在带领我们。哇，真的是太棒了，听得到我讲话哈。好，没有样子也没有关系，大家看到熊猫姐姐的美丽的笑脸，充满信心的笑脸，真的是给我带来很多的激情，充满了激情，充满了能量的讲解，点燃你了吗？线上的伙伴，把你点燃了吗？真的把我点燃了，让我们为我们的梦想，为我们的
自己的努力，一个目标，让我们改变自己，让我们努力，让我们一起打，一起打拼，好吧？太高兴了，今天让我自己在这里觉得、哎、好激动啊，好激动啊！饭还没有吃，在这一直从头听到尾，觉得真是给了我很多的能量。感谢熊猫姐姐，感谢 Flora。那么我今天呢，哈，要跟大家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告，广而广告知一下哈。那么从这个月起呢，我们大团队将在每周固定的时间，在空中与全球的杰斯伙伴跟朋友们相聚哈。时间呢是北京时间每周四的上午10点，新人启动，就是我们帮助新会员开启他们的杰斯之路哈。那么每周六的上午10点呢，是全球，就像今天一样，是全球的事业分享会。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听到我们的啊 Flora， 听到我们的猫姐这样的充满能量的啊激情的这样的演讲，我们也想学习，看看我们下一位的讲解的人是不是得到了他们的能量，得到了他们的真传啊！邀请大家，也邀请大家的朋友和亲友们一起来共享盛举。别忘了每周四上午10点和每周六上午10点。OK， 好，谢谢大家，再一次的感谢两位三钻石，我们的分享，我们今天的事业分享会就到此结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愉快的，并且平安的周末。谢谢大家，下周见。想大家喽，爱你们，咱们空中见。You don't have to. 再见。Special. You don't need any special degrees. The only way you don't win is by quitting. If you continue to work hard, it may take you years.But you eventually will win and you will reach your dreams. Some people do it faster than others. But eventually, if you don't quit and you persevere, you'll reach those dreams. And the way to do that is try all the products, love the products. And when you love something, what do? You tell everybody you know.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